どう？行吗？进村了。啊，就对，运营这儿呢。无限风光在险峰啊。行，那个这个也都铺的石子路也行。这是真应该剪一块，这个蛮好的。等会儿找找。那是连锁，好像是混合色的。这个蛮好的。我的太阳真够充足的啊！太足了。前面是不是还有啊？那就这么点。我估计就这一片。不是。估计前面没有，它就是不同的地儿不集中。看看。你怎么拿雨伞？差不多得了，你爸愿意站的最高点。这边好看。等会儿。也能上来，它不是很深，那边就能爬上去。但是人都是可以走的，走进去的，粉色的，粉色的。还挺好，是挺好的。哟，他们还上去了，从那小道。啊，从那能上去。嗯。那儿不好上，这儿好上，因为这儿能上能下，知道吗？这下去，还行，还行，这块儿。再乐什么呀？没搁这好。哎，你就跟那个要去打日本鬼的那个。啊，乐这个。就这一看哈。